在下清风剑派曹卫宁。我叫顾香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姑娘吗？别以为姑娘打不过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姑娘如花美眷，令人想匆匆爱好还来不及，期待糖兔奖。I'm still fixing all the cracks. 昨晚阿香一直跟我在一起。Lost a couple of pieces when 我主人找我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怕你走啊。原来阿香不想离开岳阳派，在这儿能给阿香找到一个信任的伙伴，把阿香安置妥帖就好。说说，温公子，你们看，在下如何？Please carry me, carry me, carry me home. I've spent all of the love I said. 给你买了点点心。We were always a losing game. 真的，你看我。小心。他大哥。王翔。阿香，皇天厚土，石所共建，我曹卫宁这一辈子从现在到死，每一天每一刻都算上，绝不会有片刻做出辜负阿香的事，如有反悔，鬼神共弃。那怎么办？唯我无主意，温客行。阿香，我做了好多梦，一直醒不来，每个梦都没能好好保护你，我都急坏了。最后一个梦我都死了，还乐滋滋的在奈何桥边等你。心想的肯定得等个六七十年，我万一过了，大发苍天的老太太。哎，可是没过多久你就下来了，我心想，不对啊，你这不是早夭了吗？把我给急坏了。咒我呢你。